二号，我们下来了。哎，哥们儿，昨晚欧冠看了没有？必须啊。涛哥，你看了吗？哎，涛哥，梅西这小子太牛了吧？那什么角度啊，都能射进去。这梅西啊，是世界当今足坛的第一人。昨天呢，守门员反应够快的了，愣是扑一空。别说守门员了，他呀，能过一支球队。怎么了？一点小意外，你们不要停，我们改道，马上跟上去。好的，我先走。走吧。
我在卧龙山。涛哥，来，过来喝酒了。涛哥，可就差你了啊！涛哥，酒给你打开了，快点。涛哥，你的，我的，涛哥，啊，哎，今儿博物馆的领导可是非常高兴啊，为了咱今儿这漂亮的遗证，咱得干一杯，啊，是，没错啊，来，还有，今儿为了我们大英雄郭涛同志，干杯，干杯，干一杯，来来来，哎，哥，给我们讲两句话，讲两句，讲两句，为我们拼死拼活的兄弟，干一杯，好，好，好，干杯，来，嗯。哎呀，金店长，哥几个好喝好。好，哎，涛哥，坐下吃，坐坐。哥，吃菜。点你的筷子。你们喝吧，我那边看看啊。喝喝。你别走啊！这哥这心里高兴啊。咱俩喝，咱俩。涛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朵儿不理你啊？你得给他点时间。你放弃厦门那么好的工作，不就是来为找他吗？相信朵儿一定会接受你这个父亲的，毕竟是亲生的嘛。跟朵儿挺好的，我只是不喜欢那个家伙。谁啊？我带人去收拾他。到底是谁嘛？朵儿的继父。继父？他怎么了？他不让你见朵儿？我只是不喜欢他教育孩子的方式，我怕朵儿长大以后，人生的价值观会有偏差。这个太好办了，你就把朵儿接来和你一起住嘛。你认为他妈会同意吗？艾米，艾米，爸爸，我跑不动了，为什么你跑得那么快呀？爸爸穿跑鞋，你穿皮鞋。我也要跑鞋，我也要跑鞋。郭先生，郭先生，啊，哦，艾米啊，你要的鞋今天上午刚刚才到。哦，那就麻烦你帮我包起来了。好的。对不起，先生，你有请柬吗？没有，我是朵儿的父亲。我就是为朵儿父亲工作的，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小王，是来找我的，忙你的去。是。你来了。你好。给朵儿送点礼物过来。啊，给我吧。啊，我想亲手送给你。来，咱们点蜡烛。哎，帮个忙。爸。哎，朵儿。哎呦。你来了。看你。哎，看看我女儿多漂亮。哎，
你的生日礼物，生日快乐。谢谢爸爸。嗯。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谢谢老爸。你也太宠他了吧。这是应该的。谢谢你啊，今天替朵儿办了这么一个生日 party。 不用，都应该的，作为父亲啊，这都是做家长的责任。朵儿年纪这么小啊，你就送她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对他成长不好吗？啊，那个，咱们过去吃蛋糕吧，啊。哎，我不吃了，我先走。哎，你，我们去切蛋糕。来，切蛋糕。蛋糕。哎，我怎么看这个图案这么眼熟啊？嗯哼，这是不是我小时候送给你的画？想起来了啊。这么可爱我都不舍得吃了。哎，爸爸，你给我打电话说有事儿，你说呀。是朵儿让我陪她来的，你要是觉得我在这儿不方便，我到旁边去等啊。那倒不必，你在这儿正好，这件事还得要经过你同意才行啊。是这样的，朵儿，你不是放假了吗？我想接你到我那儿住几天。啊。
你说咱们现在离沙漠还有多远啊？先去吧，走啊。嗯，我现在就想去。哦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占个座啊。没事。你们是去库布齐玩吗？是啊。你也是吗？对啊。哎，库布齐好玩吗？库布齐啊，美极了。那儿有一个七星湖，七个湖啊连成一条线。傍晚的时候，你这么一望过去 ，beautiful。哎，那你带我们一起去吧。没问题啊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们其实是几个朋友来的。哦，没事儿，大家一起玩嘛。嗯，那你是做什么的？我的职业 ，Bond， James Bond， 砰砰。哎，那你帮我们拍张照吧。没问题，乐意为美女效劳。走吧。好，漂亮。这男的干嘛呢？不知道。哎，这谁啊？来，再换一个姿势。我让这小子先登了吧。对，这情况也太不对劲了吧。OK。你们顺着这条路直走，再开几十公里就到了。OK， 谢谢。拜拜。先生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我想开两间双人间。好的，请稍等，有预定吗？没有，咱们去照相吗？啊，行，我先给你拍完，你再给我拍，好吧？啊，刚好有两个标间，请出下你的证件好吗 ？OK。谁呀？啊，对不起，服务员打扫卫生。喂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怎么那么没礼貌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们下次不叫服务员，你就不用进来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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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呀，哎，你说他们干嘛呢？嘿嘿，还能干嘛呀？想男人呗。哎，那你说是想你还是想我呀？嗨。要我说嘛，都不是啊。什么情况？嗨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呗。你是说加油站那个？都走那么久了，不会吧？嗯，也是。行，先不想这个了。咱们呐是近水楼台，还是想想怎么先得月吧。你看我带来了什么？泡妞三十六计，嘿嘿，第一计，欲擒故纵。
你在看什么呢？这不就咱们俩的照片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是啊。哦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杨大小姐思春了。你才思春了呢！思春了，思春了，你才思春了！行了，行了，那你说谁思春了？思春，我思春。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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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，这里是酒店前台。麻烦帮我转接郭朵儿的房间。请问他是几号房间呢？我是他爸爸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无法确认你是这位客人的父亲。我不是告诉你吗？我是他爸爸，想跟他说话。先生，对不起，实在抱歉，我们无权这么做。好吧，谢谢您。喂，朵儿，我是爸爸。爸，你怎么知道这是电话？朵儿，你去了沙漠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爸，我真的没问题。我给你打手机，为什么不接呢？是吗？我可能没听见吧。你去的可是库布齐啊，很远的。爸，我真的没问题，而且我也不是一个人。现在开电脑，打开视频，跟我通话。爸，我真的没事儿，而且我这也上不了网啊。七星湖宾馆，北纬40.27，东经109.35。你们每一个房间都安装了宽带，可以支持视频通话的，而你们已经接通了网络，正在使用，不是吗？爸，我真服了，你怎么对这儿都这么清楚啊？听话。去接通视频。好吧。哎，爸。哦。一路上有什么情况吗？没什么情况，都挺好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跟谁住一个房间啊？我和杨林呢。你让他来跟我说话。爸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听话，朵儿。如果要钱，我们可以商量。但你们如果伤害我的女儿，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现在如果把我的女儿给放了，我就不追究。如果不，我会找到你们的。相信我，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出事了，在库布齐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是绑架。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来不及跟你多说。一会儿我发个图像给你，是个纹身，你帮我查查有什么线索。好的，我马上查，但是需要点时间。尽快。好的。
完了，老公。洗完了。来来来，请。上好的法国葡萄酒。你说都要睡觉了，还喝什么酒啊？哎，上。哎呀。舒服。昨儿的出去了，我也把公司的事儿给推了，电话线我都给断了。你就是想过过二人的世界。来，干杯。嗯，好酒啊。出事了，他被绑架了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你瞎说！我跟他视频当中亲眼看见歹徒把他给绑架了。什么？你帮我出去！过来，你在生意场上，哎，跟人有什么过节没有？我从来都是本本分分做生意。你少废话，到底有没有说实话？没有。说，到底有没有？没有。我操你干什么你？躲房间了。跟我来，这儿，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跟朵儿视频当中，亲眼看到歹徒跑进了旅馆，把他给绑走了。天哪，那我们报警吧？不行，报警他们会撕票。撕票。撕票！阿娘！什么？你让朵儿穿越沙漠？你不是知道的吗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能替你们做点什么，帮你点什么？准备2000万现金，随时准备用。把车给我，我赶到库布齐。好，等等，郭涛，我求你了，把女儿带回来。境外组织的专属图案，一般在边境作案比较多，所有的成员都有，一般都纹在手上。但是这个组织好像在几年前就瓦解了。他们主要是干什么的？主要从事贩卖妇女儿童、买卖器官，还有绑架勒索。一般在3天左右拿不到赎金就会转手，所以你要快。
是你吗？干嘛？给我拿点纸呗。啊？我也没有。你能不能小点声？我还有更大声的呢。哼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！那俩女孩呢？我干什么？啊啊！这个，看到没有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还挺能跑的啊。还跑得动吗？那几个小孩在哪？不知道什么小孩。说。我说，我说，九公里以外有一处简易房。放了我吧，我不出来不行吗？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。干嘛呀你？我叫小新，我让我妈给你钱。头，这俩是 A 货。哎，那两个女孩呢？隔壁房间关着呢。先别告诉四哥。好的。杨林，朵儿，这是哪儿啊？朵儿，我怕。我也怕。朵儿，你看到有人？喂，醒醒，说句话，说句话好吗？哎。我们被锁住了，怎么办？你，给我出去走！起来，出去！我是好人，我不是坏人。你看我像坏人吗？
叔叔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放我出去吧。这帮人怎么把你折磨成这样？来来来，来，听话啊，哥哥不会亏待你的啊。看你的样子，你是个富家小姐吧？细皮嫩肉的啊，哥哥不会亏待你。四哥叫你呢，让你过去。我知道了。嘉林，你没事吧？谢谢。事儿办怎么样？全办妥了，那两个女孩已经送过去了，估计明天下午就能收到钱。办得不错，今天又到了必经湖。啊，是的，两男两女，两个女孩条件不错。嗯，你过去看看，如果条件真的不错，马上给阿拉伯人打电话。是。杨林，你加把劲，要走。力，你们俩给我老实点啊！
喝一杯。谁？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快！这边，这边！别跑！住手！长得还真标致啊，在我们这儿可不能乱跑啊，会迷路的。别过来！户头查过了，没有钱打过来。Hello. I see, I see. No problem. Yeah.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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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I see. We will send the girls over. All right. Okay. Bye. 买家又在催，而且说我们的货一直不行。我看这个女孩不错，啊，要不然你给我吧。要知道我那个买家可得罪不起呀。四哥知道吗？这样吧，男的你留下要赎金，女的就卖了，我去跟四哥说。就这样。想喝水吗？谢谢啊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？那两个女孩，你就埋这儿吧。
这可是鲜肉汁。我这有两个宝贝儿，让他们陪你好好玩。别害怕，我还没死呢。先别嚷嚷，赶快。先帮我解决脖子上的东西要紧。啊，好。啊，是蝎子，我该怎么弄啊？那边不是有个铁锹吗？小姐，他已经成肉酱了，给点水喝行不行啊？好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别问那么多了，先把我挖出来，好不好？还会有这么个人？解决了吗？放心吧，四哥，他已经喂蝎子了。嗯。四哥，您找我？哦。那几个女孩，就照五月的意思办了。是。啊。那俩男孩呢？那俩男孩的底细已经摸清了，全是 A 货。铁总，你和几个弟兄带上那两个男孩，照老规矩办，记住，千万别出岔子。是。啊，那几个女孩找到买家了吗？放心吧，买家非常满意。这次。我让他们先付钱。好，这事儿干得漂亮。四哥、月姐，我先出去了。好，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好啊。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吧？说来话长，说不清楚。你赶快离开，不要在这逗留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。哎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你帮不了忙的，快走吧。
干嘛呀？我们该说的都说了。二位少爷，带你们出去转转。你们干嘛？你们等着！走，少废话，走！放了我们，放了我们，请你们放了我们！他妈的，跑出去！我们现在带货过去。OK， 这边一切正常。我是朵儿的父亲，你们是朵儿的同学吧？叔叔，我们被绑架了。朵儿人呢？被绑架之后，我们都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，但是在哪儿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是蒙着脸的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把轮胎换一换，往城里走。好，赶快离开。好。我女儿呢？呸！再问你一次，我女儿呢？你不记得我，我可是还记得你。
我说过了，我会找到你的。你也就这点能耐，小事啊！怎么样？说不说啊？我说，我说。咱俩过过招，四哥，别收着，放开来。独拉老板吗？杨林，朵儿呢？朵儿被带走了。带到哪去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叔叔怎么办啊？别害怕，你退后，让开。
是哪个女孩的父亲？我女儿在哪儿？你们要是敢动她一根指头的话，我就要你们的命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我是闻到你们的臭味就找到了。你还嘴硬？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不说话是吗？好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女儿很值钱，买家非常满意。可惜啊，可惜，你是见不到她了。一会儿，我们就要去做交易了。做到她。四哥，上边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一个闯入者来救女儿的。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已经处理过了。黑蛇现在已经到了交易地点，咱们准备走。是。不，站住！别动！老实点，你还没死。我一向运气还不错。把他解决了，到老地方找我。是。老娘，干掉他！好的。卡子，快走！叔叔。把我放了，钱全是你的。行不通的，老四。什么野狼？吴越，你留下来，下边那个人不好对付，我先走，阿拉伯已经催了。是。会不会开车？会会，快赶快去报警，快走！走！喂，吴涛，你的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啊？小龙。中毒了？什么？那你现在怎么样？我有晕眩，手脚麻痹，心跳加快，还有
瞬间失明的现象。根据你的症状，你中的应该是一种类似镭射的剧毒，你会在中毒后两小时心脏出现骤停，所以你必须尽快注射至少十毫克的阿托品。阿托品上哪找去？一般的药店都有，你现在必须大量的喝水，以缓解毒素侵入你的心脏。看来我们今天这笔生意是做不成了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过，十几年前是谁让我坐的牢？野狼。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。野狼就是这女孩的爸爸。他杀了五月，奔我们这儿来了。我原本想做完这笔生意再跟他算账。可是他把五月也给杀了。Hello。老朋友，好久不见。你好，四哥。难为了，还让你亲自跑一趟。安全第一嘛，就是这个女孩。阿肯德拉老板，非常抱歉，这笔生意咱们要推迟交易。嗯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对不起，出现点问题。不行，钱我已经带来了，这个女孩我一定要带走。特殊情况，咱们改日交易。走。四哥，如果你这样不讲信用，我们的组织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说什么你啊？我们的组织会惩罚你的。卖了吧。他来了。四哥，为了这么个家伙，咱们连生意都不做了。生意可以以后再做，这仇不能不报。把他交给我吧。好。我女儿呢？别着急。爸爸，
儿，你没事吧？大爷去。躲！走！爸爸！爸爸！躲！林鹏。你还认识我吗？老四，咱们已经十几年没见过面了。放了我女儿！放你女儿可以，你得先过我这关。十几年前，你是手上有枪才抓住的我。今天。我不欺负你。
警察同志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。客气，谢谢啊。哎，慢走，再见。再见。走吧。其实我可以的。你的腿行吗？没问题。小伤。这样能开车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咱们女儿救出来啊。等会儿，上车吧。来来来，上车。多少？郭涛，我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。什么都不用说了。虽然你已经长大，爸爸依然牵挂，永远陪你所有，让你别害怕，我会陪着你出发，一起面对生命遇见的风吹雨打。就算路途再远，就算风雨再大，也会有我陪你走天涯。就算再多坎坷，就算再多挫折，我也陪着你一起走过。轻轻地对你说，亲爱的女儿，我一定会给你幸福和快乐。轻轻地对你说，亲爱的女儿，每一个四季我都陪你度过。虽然你已经长大。